佛阿达尔玛佛，就是一达度，就是 number one， 达度就是巴利文的 number one， 巴利文的达度就是 number one， 第一尊的本初佛。这一尊你受了灌顶，得到了意义，你跟所有十方三世一切佛、一切菩萨摩诃萨全部结缘，很伟大的阿达尔玛佛。所有的密教大手印法，白教的大手印，红教的大圆满，黄教的大威德，花教的道果，全部由他身上流出来。他是金刚总持普贤王如来，金刚总持普贤王如来多戒将，多戒呛啊，他的名称很多，他就是阿达尔玛佛，我们今天的这个佛供的主尊，佛供的主阿达尔玛佛。这一尊佛其实也不用再讲了，他就是 number one 达度的第一尊大佛。大家知道的，他的手印就是这个啊，内薄印竖起两个大拇指相并，这、就是阿达尔玛佛的手印。你也可以结啊双这个双报印，这个哪金刚持，哪金刚持，哪座金刚持双报印，这个都是阿达尔玛佛。啊，他这个佛母是大自在佛母。什么叫做佛父跟佛母？佛父就是象征着方便，佛母就象征着智慧，象征着智慧，是方便跟智慧结合才能够显现佛法。只有方便那是世俗，没有智慧的方便那就是世俗。所以有的智慧就是宇宙圆满的一种智慧，这个智慧是最圆满的。是如来的圣智啊，如来的圣智慧，要表现必须要有方便，有所以有阿达尔玛佛在传五方佛，然后再传这个金刚萨埵，由金刚萨埵再传密教，是这样子的，一直传下来。